肉末豆角给小朋友吃再适合不过了。豆角切丁备用，五花肉末下锅迅速滑散，再放盐、糖、黄豆酱、老抽翻炒上色煸香备用。油热下蒜末爆香，再下豆角翻炒变色后放盐、蚝油翻炒均匀，再下炒好的肉末、甜椒炒一会儿，再来一圈水淀粉，收汁就可以出锅了。